查甫人拢同款，一旦啊变心，想要家己的心，为外口的查甫遐个扭倒转来，根本就是比登天阁较难。电话。大姐，卡来哦。啊，身体安怎？有较好无？伊是讲有较好啊，啊，不过听起来是还袂恢复啦。伊这人个性哦，就是多强。明明人搁咧无爽快，搁咧烦恼生意的代志，讲要甲去拍球啦。大姐以后哦，甲饭店啊，搁顾家己放在头前，伊安尼，我一点也无意外。啊，是讲身体重要，假使伊若真是无爽快，我感觉想要考虑甲伊搁送倒去病院待几工啊，莫让伊遮尔啊操烦。玉华，你真正有够善良呢，伊尽情做伊个代志。你竟然搁这么关心伊？万里，甲无正骨的代志，咱千万唔通安尼想。人咧讲家和万事兴，我即马已经是顾家的人啊。我希望顾家会当平静的过日子，安尼对大家拢好啊，敢毋是？以后过来行行就较熟啊，吼。对啊，今天天气真好，万里。雷君啊，你哪会来？我唔是爱你待在厝的休困。是啊，大姐。啊，外面天气遐尼啊热，你阁专工走来哦、喔？我看你面色，敢若无啥好呢。那无要好好爱惜你家己的身体。还是你烦恼万里，无人照顾。你。我伫个，我会好好照顾伊个。玉华，多谢你的关心。我是想讲，这个客户比较特别，对咱个饭店嘛真重要。有当时啊，若无细腻讲唔到一句话，可能就会损失上千万的生意。所以我袂放心，才会从江关来遮，想讲替万里过头过尾，改到三江。我若早知影玉华爷陪你来，我就加较放心啊。大姐，虽然讲这生意上的物件我知影会无你济，啊，不过万里伊拢会甲我教的，啊，我嘛用心去学，希望咱甲万里斗相共。哇，这就是你唔对啊！你来劝人家见我啦！那既然是志平想要学，伊应该早甲我讲就好啊。我甲江湖人是十几年的姊妹伴呢，我相信我若甲讲，伊应该斗相共，根本就无需要万里出面啊。无啦，啊就我凊彩讲两句话，啊万里竟然都放在心肝内啊，伊就想讲带出来去食细面。计是在一挂人啊，是啦，我即卖是志平学校家长会会长，我希望志平在学校有好的表现，卖互国家闹开。所以雷军啊，这条线吼，麻烦你一定要牵牢好。等下吼，你都在江湖里面头前退玉华，讲句好话。到三江是绝对无问题啦。是讲，若要介绍玉华，互江湖人熟悉，我惊，因为江董事长以前一阵仔伫咧外口包饲小三，才去互江湖人抓到尔，起码是找小三找到要死的呢。我是讲真实的嘛，我是惊玉华若在场，代志变做更歹讲啊。无紧啊。既然大姐拢安尼讲啊，我为着要替志明找着较好的老师，啊不，大姐，就拜托你替我出面安尼。